吓死我了。早上到店先做准备工作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澳白拿铁和卡布的一个区别，就是奶泡是特别薄的，然后卡布呢是最厚的，然后拿铁呢是在中间的一个档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奶泡厚度。整理一下订单，看一下大家的留言。内蒙古的顾客，设备到了就可以加快进度了。你每天看意思吗？每天一堆钱在等你，为啥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才24，怎么不可能？没有什么不可能。欢迎老板，高楼平地起。有望到吗？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吗？有望。我本来是来了，我要没来，因为我之前没来。厚厚一趟。都腿冰的杯子。觉得好，为啥用冰的杯子呢？你嘴唇碰到杯底是冷的，咖啡液还是热的，下面牛奶是冷的，第一口喝的是热的咖啡液，第二口喝的是热的咖啡液和冰的牛奶去交融的一个界限那个位置，然后第三口是用，就是因为前面你嘴里已经很苦了，对吧？然后用下面的牛奶去庆祝一下喉咙，然后这个一定要大口喝，然后再喝第二口，感受一下再喝第二口。今天奶油脆脆换了个造型，我们店里的帆布包，干外带吧。然后一共54，两杯咖啡，打包西柚、美式荷叶拿铁。太过了，我就去捡东西。我不是偶像。打印逛逛咖啡的标签，又新买了个音箱放在咖啡店里，不能被甜品店里比下去。我会捡的。揭开他的面目，买了黑色太帅了，赶快让他此证上岗。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只要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甜品柜里快补满了，把烘好的豆子分装回来。不太好，一个。对，所以糖柜的。把一肥嘟嘟的。对。啊。这是今天要发出的罐罐咖啡。然后28，你扫我就行。那里面是？对，事儿可以，左手可以。没有，只有热牛奶。那就在哪里？好，让我送你们一杯热牛奶。134，你扫我就行。蓝莓切块和奶油脆脆。今天又给我送来了20箱牛奶，就靠他们了。叶拿铁，冰拿铁。不行啊，带走对吧？带走过。一共156。156，你扫这个就行。青提小四寸和蓝莓切块打包。拿个大的。36。对不起，说错了，是芒果。不错的。我来操。顾客打包的两杯拿铁，
现在打包吗？嗯，对。这就要走了。嗯。给你们做要几杯咖啡，我送你们，请你们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有。给我一杯热的。一杯热的。啤酒。这样子吗？对。然后你付一百整吧。他们打包了三个切块，我送他们了两杯咖啡。外带杯随手练，蝴蝶结爱心。常温的罐子是橘皮，然后热的是啤酒花。谢谢。没事，没事，慢的。那你就不是我。越拿纸，冰拿铁。音箱的响子给用上了，顾客下了两单，共十包豆子。然后四杯，四杯一共113，你找我就行了，给您个小票，等下给您送过来。叶美式，叶拿铁。这杯拉花是天德，焦糖拿铁。蓝莓和奶砖咖啡，一个星期一个奶油。好的，要两块68，你扫我就行。奶油脆脆，和阳光清晰。5211。对，草莓打包。然后一共98。你给我起来。坐哪里？蓝莓和奶砖咖啡。说一个。好，可以。好，一共86。奶油脆脆。下午的一批罐罐咖啡，今天晚上还要加班。记住这个小姐姐，她前几天来过一次。现金可以，可以。多找我吃。哦哦，是你是你。对，我又特意过来的。哦，就是您不联系我了。对对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都没事儿。我就心想，那么你善良。不行，我送您100就行了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因为你是善良的，所以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你也是从外面来的。你这样我就更不好意思。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100整吧，我也没零钱找，就这样，真没事儿。那我这还有20。行，那这20我就收了，可以。太感动了，等下给你送。我很喜欢这样的顾客，与其说是顾客，不如说是陌生的朋友。他们点了芒果和奶砖咖啡。那个脆脆。50吧。这个是我朋友的妹妹，所以打了个折。蓝莓和奶油脆脆。桃子的。一个桃子气泡水，一个啤酒花，一个盖乐士和一个奶油脆脆，对吧？然后一共124。奶油脆脆和三杯咖啡，积攒了好多个顾客的咖啡一起做。叶拿铁，
椰拿铁。你说的没错，还是椰拿铁。怎么那么多椰拿铁？这杯是啤酒花拿铁，这杯是盖乐士，好看吗？冰拿铁。这一杯是西洋气泡，今天的已经打包完毕了，又装满了顺丰的小车。别忘，别忘，等一下送你两个小礼物。不用不用，没事，让他去拿了，让他去拿了。没营业是吧？对，你前两天不也来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看你发那个。对，没营业，前两天没营业。我这弄的我还是怎么好意思？这有啥？你这我已经赚到你钱了，没啥不好意思的。净说点事，对吧？今天都是自己剪辑。对啊，我自己拍肯定自己剪。没办法，生活所迫。好的好的，他们从徐州来了两趟，然后上一次就是店员可能都找给他了10块钱，然后他还特意给我发了私信，这两个送给他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慢走慢走。阳光清奇小石寸和草莓结块，这杯拉花做个一箭穿心。哦，你这吃不了，肯定吃不了。那你拿两块打包一个。我也是从外地来的，可以打。从外面来的。两块吧，三块吃不了。然后我送你一块咖啡，虽然你吃不了，但我可以送你。太感谢太感谢了。100整，100是吧？他们点了2块，我送他们1块。椰拿铁。晚上继续加班，做罐罐咖啡。没到嘞。你这个回去你得跟我阿姨说，是她是我送的。好，送她一颗乌龙。不是，我就拿一串这个。让她回家，再感谢她。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